植物根部尖端处称为根冠，负责保护内部脆弱的生长点，而生长点就是分生组织，日复一日的进行有丝分裂，以产生更多的细胞。因此，只要先将洋葱根尖用盐酸处理，点一滴染剂染色，再加上一点点好运，就能观察细胞分裂的横角色，也就是染色体了。想知道你的运气如何吗？用力找找看吧。没找到啊？那么这一段如何呢？看到终极了没？别忘了回头找找分裂末期的细胞哦。